邓尔豪的角色，邓尔豪的角色追姐姐哦，要追无双是吧？对，好，那么所以你就追一红，好，好吧，对，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尔豪在经过子枫他的调教之后，他的撩妹绝招，预备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哎，但是我没有墙怎么办？哎，这样。刚才谁说的要当墙？这有没有墙啊？有没有墙？来上来上来上来！啊，要当这么多墙？可以可以。我说这是当人墙啊。那还是我来当墙吧。来啊！那就变成有人演墙了吗？哎呦！这个就是壁咚的招式，就是壁咚。对。哎，然后你要讲话呀。你讲话有开始，其实心里就知道要什么，没有什么特别的词。那壁咚就是眼神交流。好，这一出我看懂了，就是说呢，他壁咚的时候呢，手心里面还是挂记着冷子枫，手还是他俩一对，是吧？来，我们想先问问看啊，刚才给来一起来吧。刚刚给壁咚的感觉是什么？无双。给壁咚的感觉是什么？心跳加速。好。哎呦！啊！我也想摸一下心跳。不是，你不能摸，你不能摸，好吧？我不能摸。有没有？他心跳有很快吗？扑通扑通。啊，很紧张。很紧张。很紧张。我们要打 stop